露娜厉害了，厉害还躲得厉害。老李，你去啊，去冲人家咬去吧，去骂街啊，就这样对骂就行了。现在是全市整个的一个共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摸了呀，这一段这两天小狗也不放过了，也是隔着笼子啊咬这小狗，这个让我很担心啊。为啥这样说呢？担心他现在如果要是生了小狗，就怕他咬小狗。第二个黑豆，这咋整？嗯，哎呀，你气死个人！又杠上了，又杠上了！你看看那样，雷姆也不放过他，还是雷姆啊，他跟那样，雷姆漂亮。你看，不管是走到哪儿，隔着笼子都给人家叫来骂人家。他跟虎妞的叫，也头一段时间还怕人家虎妞呢。这一段怀孕了之后啊，牛了，有点牛了。哎呀，有土有土，你惨了。这边刚整的差不多了，阿家人们，你看没？这么大的区域大约会整六个，六个里边有可能会有新产房啊，家人们必须把这件事给想到。嗯，因为这十一只小狗的事儿必须得重新建两个产房。如果不建产房的话，这几条母狗挨着一它生它生这样啊，挨着生的话没有地方待，因为那边有两间产房是那十一只小狗待过的地方，所以说啊，那十一他们待过的地方所有地方全部 pass 掉，不用了，这回不能用了，你至少得隔到两三个月下一批吧啊，你才能用呢，所以说等明年开了枝再说，这一会儿走完了之后就得明年了吧，闲着让他们是吧，闲着吧，两间产房跑龙也不能用啊，跑龙俩跑龙都不用啊，都没法用，所以说咱就规划这个地方怎么去，再给它建上三个，最少三个吧，三个能小狗能待的地方，大狗能待的地方就属于小产房嘛，嗯，啊，直接干成那样的备用产房，备用产房，那个棚子底下想办法也得再加一个，对，再加一个产房，啊，你这样你看那里边有两间不能用的，有两间能用的产房，嗯啊，这是两个了吧，在里边再加一个产房，三个，这才加三个，六个产房，只能这么整了，你没办法，你必须得保证他们生完小狗，嗯，一个健康，再一个出了满月出来玩的时候没有，只找一个干净的地方，不能让他们带病毒的地方，你要是再跑再玩的话，我估计他生完这窝也不保险，所以说全部给他们隔离，空气不传染，地方对粪便跟这个跟那个啥玩的地方，嗯，他拉过的地方吐过的地方都有细菌啊，所以说咱们就给他直接隔离掉啊，那边那个产房跑龙全部不用了，现在产床也得弄新的吧，产床弄新的，不用那产床了，对，规划这个地方，嗯，也给他那个啥，拿这个
砖弄好了，铺平了，上面搭棚子，把咱的冰箱和跑步机挪到这儿来，当一个库房啊。跑步机这应该是厨房吧？啊，厨房，厨房，嗯，库房也行，厨房也行。这整个给它搭那个棚子啊，直接搭到那头，啊，整个弄个大棚子。这一块区域虽说是渗水池，但是它上面能放东西，嗯，对，能放个电动车啊或者啥的，就是这样的东西。对，它掉不下去。嗯，临时的就能就放这些，就是能活动的东西放这就行了。然后往这边就是产房啊，不是那个啥，产房跟那个大狗待的地方。对，这个就弄个储藏间小屋子吧。嗯，对，可以在里边做饭，可以那啥的都可以。我说这件事儿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建个不能说是厨房，我来说就是储藏间，放冰箱，放跑步机的地方啊，储藏间。这一小块是可以当厨房，这个可以当厨房，嗯，也可以就是放个临时的电动车或啥的，这个可以，嗯，啊。那边全部建三个产房，三个，大狗待的地方，嗯，啊。等你一规划，这边又满了啊。你其实咱建这些狗窝只是备用的，没有说全部都待满，只是断完奶之后出来有地儿待。对，小狗呢出来之后在那个产房里边也可以，也非常暖和，这个也行。就是两个月以后小狗没有找到新家的，就在这里边跑就行了，嗯，没必要再待在跑笼了。对对对对，关键是，主要是当时你要是让我们当时想的话，我们当时全部不带产房，全部是大狗临时的窝。对，是那样想的。但是咱家一出现这个小狗这个情况，嗯，所以说就想到这儿了。那边也建三个产房，对，那边再增加一个产房，这样就可以倒换着用，也可以那啥，也可以让他们，分开住，那边住两条狗，嗯，这边住两条狗，哎，他们也不打架，没有危机感了，没有，对，带小狗也没有危机感了。好了，把你这泼妇就在这儿啊，泼妇，放出来溜达，泼妇干一圈儿。现在是我走哪儿，他在哪儿，可粘人了，撒出来吧，撒出来。这只是，就是没地儿关了啊，家人们。现在只能说，他跟别的狗咬得厉害的话，就哎，不行不行，傻子，走。期待吧，期待咱们这边的新犬舍，新犬舍以后生小狗，下边这说盖的话，就这几天动工是吧？两三天就动工了，很快。期待吧，所以说不怕小狗生产没有地方了，很多人在担心这个问题，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了。